选战倒数加紧催票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郑世维找来王金平站台。王金平院长是老手了，等一下我会私底下跟他请教一下，看看有什么样子配搏，哦，大进场能够顺顺利利的。蓝营党内大咖轮番助阵，让民进党的余天倍感压力，找来韩国瑜选前对手陈其迈对抗韩流。当我和世界不一样，就让我好了，你做副院长就好了。哦，拜托了。天气渐渐变暖和，已经换季了啦。一股暖流过来，寒流就不见了。陈其迈、林佳龙、郑文灿、林志坚，绿营明星通通来了。蓝绿双方不止扫街尬场，3月15日的选前之夜更是互别苗头。有上次韩国瑜以及韩冰来三重造势浮选的经验呢，郑世维呢这一次打算把整条三洋路给封街，整整400公尺的距离，可以让他好好进行选前之夜。而一天的造势场合呢，则在三重体育馆旁边的事前街口，场地相对少的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跟郑世维的晚会现场只相差不到600公尺。选前之夜蓝绿 PK， 郑世维除了李嘉芬、侯友宜、卢秀燕，神秘嘉宾韩国瑜也可能现身。余天则有蔡总统、苏院长压阵。三重补选是2020前哨战，双方都有输不得的压力。记者黄天佑、光军新北报道。